这就是我父亲，也是我母亲。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爸爸已经不再年轻，想让爸爸自己煮饭也能轻松一点？工作离家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偶尔几个月才回家一次。不知道收到这个礼物，爸爸会不会开心？每次回来你都是这么问，谢谢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。现在换我来照顾你了，爸爸。